你知唔知 Icon U Star 啊？係咪即係Icon U Singing Star？ 知啊。咁你從邊度知道㗎？因為我有關注 Icon 微博㗎嘛，同埋 Facebook 啦，所以跟住有好多人轉發咯。咁你會唔會想去啊？會啊，應該會啊，因為我見到好似幾好玩，又有抽獎啦，跟住好多學校啲人都會去。我是从你们那个 iconunion.com 知道，因为我经常上去找好吃的，然后我就顺便看到你们的广告，听说你们这一次的阵容很强大。咁你会唔会去呀？梗系会啦，因为要去 support friend 啦，同埋上年去咗，好似都搞得唔错，所以今年一定会去翻嘅。Staff， 我叫 Renzo。4月22日，我们将会举办一场加州的 U Star 歌唱比赛，还会有很多帅哥美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SC， 我是 CNC 的 Staff， 我叫 Katrina， 我是 Emily。听说 UCLA 放出狠话，说他们会努力赢过我，但是这件事情比较不可能。你们就有这当选的第二吧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erek。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不少人参加这次 Icon Union U Star 比赛，我祝他们给点力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学校人多多过去给他们加油。Icon U Star 唔可以走波啦 ！Icon U Star， 大家一齐 support 啦 ！Icon U Star。行过路过，千祈唔好闯。Icon U Star， 拜拜。Icon U Star， you be star。